喂，啊，请问是黑河红日旅馆吗？啊，我跟你打听一下，有一个姓帅的叫帅红丁，他走没走？帅，是不是说木耳的？啊，对。是吧？知道这么多时间吗？对了。哦，是啊，今天晚上他老婆。谁？他老婆？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断的一门专业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688。这一整天都干嘛去了？我回来看看下面有没有人，我就去找孙天意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这一趟生意做的还挺好。挺好的呀，我不是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哎，我这次真叫开了眼了，在中苏边境的贸易做的真是红火，真是不比不知道，这一南一北啊，都比咱们这儿强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我洗脸去了啊。你慢慢说。
人能要？放哪了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在家的时候孩子就我送的，非得跟我抢。成你送，那孩子还不得迟到了？苏班长。啊。不出他吃什么呀？会跟大家同心协力，并肩作战，肝胆相照，众志成城。诸位，买断鸭绿江断桥项目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曙光就在眼前，我们要继续努力，大伙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的口号是努力齐头，全力齐身，不乏不力，幸福伴生，不乏不力，幸福伴生。嗯。我今天正式到这军工的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不想去吗？我本来是不想去，但是我又考虑了一下。反正最近我也是闲的，而且他那儿的工作也比较适合我。是他那儿的工作适合你，别地儿你都找不到工作了。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不要跟刘鑫走太近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就是跟车臣。